平常不容易说出口的，或者是平常没有机会可以表达的，然后就想要说借由今天结婚这个特别的日子，在这2018年12月1日，想说对爸妈说声谢谢，然后也感谢爸妈从小的养育啊，不管是照顾还是说在工作求学的一些帮忙，然后再加上这次婚宴的一些不管是仪式啊还是说拜拜的一些准备上，其实爸妈也都是很辛苦的，每天也要工作，然后工作外的时间还要去准备的一些，今天个特别日就跟爸爸妈妈说声感谢，我爱你。那我是阿嬷带的，所以就想要特别感谢阿嬷这样子。天使留言来结亲，新娘密码如天仙。你怎么画的？那就会好好照顾你的。这很实在。哎呀，美丽新郎做阿爸。好，有点紧张。好好说。好好说，那就会一生一世都爱你。好。都录音哦。Hello， 开心哦。对。OK， 谢谢。新娘子生日数字的数红包，好，限时30秒，开始。4、3、2、1，乘八。耶！哎呦呦！不急了，不急了。请坐29个福利停车。看一下新郎的体力好一点啦。我是间谍，感觉快掉下去了。体力好一点啦。4、5，来来来，观众朋友们，来。哎，邓姐，请5人在2分钟内用脖子传递6颗橘子。开始。你好厉害，还有手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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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间谍，你这样太专业不行，间谍。好了，邓姐开始哦，来开始。我们不直接放弃。一，准备。汤匙了哈，没有汤匙，充满了辣油。这个是冤冤相报，今天跟他不一样。早上蛮好吃的，今晚觉得早餐还没吃啊。饿了，口味还行吗？你看你老婆对你看起来还不错了，有点太少。蜂蜜的吗？蜂蜜的面子，不错啊。他说话了，对啊，泡椒鸡。好 out， 好，一起唱过歌没有？好 out。老婆永远是对的，老婆说话时要凝神静听，老婆去追星时老公要全力支持，不可以有怨言。都录下来了哈。 OK， 全世界人都有听到。 OK， 好，可以了。你去追星，我去观光。很好。不要抖，你不要抖。第一次都比较紧张，一定的。美瑞，那快美瑞。好。 OK， 好，再鞠躬。好，三，鞠躬，老一点声，假啊，哦，是重点，哎，对，啊，好啊，做啊，工厂好啊，一点，也是两个都多少岁，阿爷妈妈在哇，就感谢爸爸妈妈这几十年照顾跟养育啊，然后现在就接下来就是由我来好好的照顾大家。就是感谢你们照顾我30年，让我们过无忧无虑的生活。谢谢你们。不要哭，不要哭。好，不要哭。对啊。好了，
好，请记得拿回来哈、哦。对对，不要哭，不要哭，不要哭。你妈妈最喜欢听到这句话。耶！重新刷一次。